猪的身材是圆滚滚的，毕竟只有把猪养得胖胖的才能够有更多的肉卖。不过有一名男子却在养猪场里面发现了一只体重如牛、肌肉线条爆炸的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名男子在朋友的邀请下来到了一家养猪场参观，进去后一只猪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只见这头猪完全没有猪的样子，浑身长满了肌肉，看上去有一些恐怖嘛。但是养猪场的负责人却对此很骄傲，原来这头猪是他们打针的原因。打了针的猪不仅瘦肉的含量会变多，而且平时吃东西会变得更加积极，将来体型会更大，又能卖到一个好价钱。男子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心惊胆战的，不知道给猪打针的药品成分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对人类的身体有没有危害，因此他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，果断报了警。不知道小伙伴们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？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哦。